观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看正言上人那旅足迹。在21世纪的今日，因为人类的过度开发，气候变迁已不再是新闻，其中因为饲养经济动物而产生的碳足迹更是超乎想象。茹素护生一直是慈济推动的重要事业，不只能清净空气、保护大地、减缓气候暖化，更是将每一个生物视为平等且尊重生命的行动。上人勉励慈济人能够带动社区邻里推动茹素护生救地球的理念，帮地球减少受损伤。现在敬请一块来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很快时间就是这样的分秒分秒过去了，秒是这样的过。我时常都说秒我们要好好的把握，一切呢都是时间累积。佛陀的觉悟那一刹那间，他发现到了宇宙间有生灵的世界，就是在这一颗星球。这一颗星球是在哪里呀？地球了。我们同是地球人啊，在这一个地球的世界里，所有的一切离不开了三理四象，在所有看得见的没有离开成住反空，所有的生命离不开生老病死，最后呢都是归于零。所以佛法就会常说真空妙有，妙有真空啊，这道理很深。可是有人呐，会以为信佛教是迷信，它不是迷信，它是很彻底的觉悟，觉悟宇宙的万物真谛，看透清楚，都离不开这样的三理四象。物质有成住坏空，身体呢有生老病死，心理呢有生住意昧，这四种道理离不开我们的人世间的想。所以说一切把它就归零，像刚刚恩婷拿出来的这一只算不算法？它是法，本来呀，都没有这一只，也没有这一只呢，到底
在这地表上，怎么会有这一次的来源呢？但是这都是要破坏大地，抽起了能源，把它从表层看不到，他把它转下来去抽起，所以破坏大地了，提炼出来成为人类呢，少不了它。我们现在都是少不了它，因为呢，它制造容易，它可以做很多形形色色的，用来好用，便宜用了就丢了。丢了，就造成了大地硬化，这都是了，一切都人为，这叫做有为法，有所作为啦，硬化，这都是有所作为，有善有恶，这种看来呢，好像对。人类很方便，看透了，原来呢，它就是对大地呢很大伤害。所以这就是佛陀的开始，他觉悟以后，其在呀，大地众生皆有如来。智慧德性，但是呢，他也就说，一切有为法，无不都是人为所破坏大地，这都是佛陀呢2000多年前呐、他所说来，也叫做法言。发的源头啦，2000多年前，佛陀就已经讲了啦，他已经讲了，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人做到，所以没有人发现，慢慢来啦，提升了尝试，那就是。发展科技，所以形成这一些呢，无中生有，有了就会有破坏，这样的过程呢，也会惹来了人祸，人祸再惹来了天灾，这一切啊，佛陀还在说。众生共业，这众生所为啦，最后结果还是众生来共业，要来承受。现在已经是气候大变迁了啦，我们现在坐在这里，安然自在。这种平安安然自在，不是我们所拥有的永恒。这无常，那样地水火风不调，这也都是在世间一切的物，就是不利的。所有有形的物质呢，拢从大大小小，该汇合起来，这呢都是啊，在人为的，这叫有为法啊，做行了，最后呢，那就是大破坏的大污染、大灾难。这些佛陀已经预言了，那
到了这个时候呢，还是众生共业所受到的呢，就是要逃也没得逃。现在听来，好像这可怜呢离咱真远，其实不远呐。我们师父较早在那讲，不做来不及哟。我现在很担忧，这现在是要做都来不及。我们真正的今世的灾难，要有警示的觉悟。现在呢，我又开始说了，今世的灾难已经临头了，但是呢，警示的觉悟还没有抬头。大家呢，还是这样的懵懂了，在过日，总是很令人担心事多啊。未来大事呢无常，但是呢未来我们还不知。虽然呢佛陀有这么说，我很相信，我很忧心，这是警示的觉悟，一定要抬头。我已经抬头，但是呢，如何来呼唤呢？感觉困难，困难，重重困难。因为呢，这要从净化人心、教义开始。已经走过了半世纪了，实际54年了。从事了已经呼到现在呢，感觉已经尽力了啦。现在能知的，能觉醒抬头的到底有多少？早期上人不强迫大家如素，只期望人人保护健康，尽量素食。但是从2003年的 SARS到2020的新冠肺炎，疫情蔓延全球，上人呼吁非素不可，因为素食不但有益健康，更是消弭天灾，让大地恢复生机，且节能减碳的最佳方法。大灾教育益群生，行善人间至祥和。在四大不调、灾祸频传之际，我们需要启发觉醒，期待人人做一个慈悲利他、行善人间的菩萨行者，才能让社会祥和，天下平安。感恩，好，阿妈感恩你哦，哈，你安尼教囡仔安尼带个足好，感恩好。啊，粉红啊，迄个乔，迄个乔木拢很大，迄种拢大滴。越来越多国家，包括欧盟、欧洲整个联盟，国会都通过，就是呼吁联合国，我们应该说是气候变迁嘛，现在是气候变迁没法形容，现在两极气候影响的严重性，所以他现在呼吁就是很多国家，包括欧盟、包括英国、包括澳洲，都通过呼吁联合国把使用这个气候变迁哦，所谓的 climate change 哦，变成气候灾难、气候紧急哦，就是刚才美术工咱人哦，已经不是跟他小花感冒啦，已经爱去急诊室挂急诊安尼吼，他现在都是用气候急难或是气候紧急这样的一个形容词，迄个智能机哦。这个 emergency 这支哦，就是咱迄、那个，咱啊住院的急诊室哦，急诊室的迄个，就是急诊的意思哈、哦。所以今嘛含气候吼，嘛已经干要到急诊室那样子，这么严重哦。地
球上77亿多，每一天人口都不断在增加。数字来看，看啊，人口这种的70多亿啦，这很快要78亿哦，很快速。这人人就是口译，他的人口啦，人的口译啦，一天啦，每一秒钟要吞噬多少生灵？每一天呢，有多少亿呀，在进入人的口里？这大家听来，感觉说啊，这哪有啥的？自古以来都是安尼在咧吞食嘛，这敢有啥物呢？真的是，大家把意识抬头一下，想一想，人口70多亿，一天要吃2亿多的，吞食2亿多的生命哦，你想？每一天，每一天2亿多的，请问，一个月要吞食多少？一只鸡，一只鸭，一只猪，它要养多久？天天，天天要提供。现在此刻啦，多少生灵要养？养在明天一大早待宰，这人类的善意，看看每天要供应出这么多的生命。现在地球上有多少牲口在地球上？一天2亿外要消失。天天供应人口77亿外，这叮叮塌塌提供啊，要囤积多少来供应给人口？有低有性，知与识，有低性的人啊，应该呢再进一步行。要觉悟，要立行。咱的医疗团，咱真的师父爱真感恩。我们的四大事业，我所有看到，我所有听到，我们的四大事业呢，都是树，如树，要在学校用餐。餐厅供应的是树，同仁要在我们的医院里供餐也是树。总而言之，在我们的事业体，我很感恩，我们提供的是树餐食。大概假如呢，能人人有这样的意识，今世的灾难已经开始抬头，我们的警示的觉悟有没有抬头啦？大家人控制迄个过靠的靠友，那干了一时啊时间，巴肚会饱会健康。不就是达到我们生活的目标吗？口感只是几秒钟而已，提供给我们的体力，尤其是寿司，也是很可口，也是真好吃。唯有
觉悟这一念心，食品用品来改变一下，是否对我们的身心改善呢、啊？会帮助很大。如数的人，这脾气啦、啊，就会比较单纯。如数的人呢、啊，也比较不会有怒气，比较还没发脾气。这是如数的人，性子会比较温和，让人与人之间呢、啊、也会更和睦，社会更祥和，对家庭更好，更有幸福的，还是要很尊重的跟大家互相勉励。今世灾难已开头了，但是呢，警示的觉悟还没有抬头，还是呢，接着在，还是在造业，这是更担心的一件事。现在呢，病毒啦，已经传遍了，有斋戒，有如是，才能真正的提高警觉，防护彼此间的感染，这总是保护健康平安，要全面的推动，不是加规也加规也，是要全面的。因为我们假如斋戒如数，时时天天大家会提高警觉，这叫做虔心，这就是虔诚，那就是爱的能量。师父好，我爱你。师父收起来了，师父收起来了。小龙宝，阿弥陀佛，接脚的。来，姐姐，你要指给师弟话，大吉大利呀、哦，吉祥。是，好棒啊！佛陀说众生平等，然而这不只是佛典中的一句话，更是慈济常年来推崇的理念。如果每个人都能尊重生命，不因口欲而杀生，每一人、每一天、每一餐都如素。让所有的生命都能享受喜悦。上人期待每个慈济人都能发挥小我，注意世界，透过如素护身去同理世间生命，达到真正的大爱精神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正言上人纳履足迹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